2024台湾敦豪春酒晚宴，高达900位员工入场报到使用栏讯，线上自行报到系统加速报到流程。当员工抵达活动现场，只需以手机扫描 QR Code 进入指定的线上平台，输入员工编号即可快速完成报到手续，并立即显示报到成功讯息。台湾敦豪春酒晚宴抽奖活动使用栏讯电子抽奖系统，奖项及名单快速汇入系统，客制化抽奖条件。电子抽奖可轻松一次抽出该奖项的所有得奖者，也可一位一位的单抽，增加参与者的期待感。抽奖结果立即同步呈现在大荧幕上，蓝讯抽奖系统也能支援临时的加码奖，系统后台迅速将加码奖的相关资讯加入到抽奖系统中，就能在抽奖时同步进行抽取，让活动更具有吸引力和刺激感。抽奖活动搭配无限抽奖按钮，增加整个活动的仪式感。当抽奖者按下按钮，抽奖结果立即同步呈现于大荧幕上，每位参与者都能感受到抽奖刺激的瞬间。线上得奖查询系统，员工只需输入员工编号，就能线上及时查询得奖资讯，不怕错过抽奖时刻。企业举办服装走秀最佳造型投票，采用蓝讯线上投票系统，互动票选页面一客户主视觉设计，活动现场上传当天参与服装走秀的照片，由员工进行投票，大荧幕将清楚显示投票过程、票数、比例及直条图，系统将依据投票结果产生票选得奖者，票选得奖者将显示于大荧幕上，所有人都能看到票选结果。蓝讯客制尾牙活动专属拍照系统，专属客制化背景图、图框、贴图、文字输入，使用手机操作 so easy。 员工以手机扫描 QR Code 进入快拍印系统，直接以手机拍照，一键去背，让你任意合成想要的背景图，随心所欲创造专属相片。手机就是拍立的，透过云端技术传输立即列印照片，将专属活动的欢乐气氛带回家。